Hello， 我是西妹，我们是红犀牛情趣用品专家。今天要开箱的是由 Lady Emma 出品的凯莉口红子弹震动器。这一款的重点特色就是小小的包装盒里面，除了有一支震动器本体，还有五种可以替换的头套，不同造型有不同的震感，五种愿望直接一次满足。西妹先来仔细介绍一下本体主机吧。它的外形是走一个轻奢路线，以玫瑰金的线圈带出金属质感。你可以看到它的尺寸真的非常小，高度只有7公分左右，就跟我们平常使用的唇膏大小差不多，而且非常轻巧。西妹真的超喜欢这点的，你可以放在包包，甚至放化妆包都没有问题，随身携带，想要什么时候玩，想在哪玩都行。它的开关比较不明显，要长按底部2秒钟，看到亮灯就表示已开机，再按一下就可以启动震动咯。而且不要看它小小一只，凯莉口红的震感超强。他们家是采用与国外情趣名牌相同的高级马达，再搭配黄金比例的结构设计，这个头就可以传导出很绵密细致又强劲的震感。它可以透过亲肤的细胶温柔触碰，同时震度又不会被减缓，是很厉害的设计。这边西妹也要温馨提醒，这种子弹型的震动器因为尺寸的缘故，玩久了手多少都会麻麻的。不过我们团队都觉得凯莉口红已经算是比较和缓的款式了，所以很推荐你们可以试试看。另外，它充电的方式也很特别，是透过底部利用磁吸式接头充电，没有开孔就不用担心会藏污纳垢，也是一个很赞的优点。再来回到凯莉口红的大重点，就是有5种可以任你选择的造型头套，每一个都是不同震感，你可以玩单点集中刺激，选择大范围的按摩，针对痘痘震动，用刷头清扫过敏感点，要随身携带的话，也可以装上口红造型伪装一下。西妹自己觉得每一个造型都超有感，基本上选哪一个都可以玩到腿不自觉夹紧颤抖，你真的不用怕选择障碍或是容易玩腻，随时随心情变换使用，让每一次的新鲜感都爆棚。哦，对了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会建议使用于外阴部跟痘痘就好，以不深入为主哦。总之呢，凯莉口红 CP 值真的超级高，好东西分享给好戏友们，不管是新手还是专业级玩家都很适合，推荐给想要玩挑逗刺激跟想要随时随地玩玩具的你们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开箱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们互动哦。我们是红犀牛情趣用品专家，我是西妹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